Hello， 大家好，我是 Max， 又和大家见面了啊。今天呢，我来到了沃尔玛，想过来买点东西啊，也顺便想让大家看一看，就是史密斯堡的沃尔玛的这个物价怎么样。但是我猜，可能和其他城市的这个物价啊，应该是差不太多吧。然后呢，现在史密斯堡下了几天的这个大雨啊，狂风暴雨可以说，气温骤降。你可以看啊，我现在已经穿上了棉衣。虽然这个天空啊晴空万里，但是温度非常的低啊，可以说直接从这个夏天吧，到了冬天，是吧？因为我们刚来那几天天气还有点热，然后到今天突然就温度特别低了啊，冬天一样。这个城市呢，它的这个气温就是这个特点啊，它没有春秋两季，可以说或者说这个春秋两季的这个时间啊特别短，可能也就一两个星期，是吧？然后直接从这个夏天到冬天，然后从冬天到夏天，这样春秋两季就没有，就是这样。但是呢，我感觉现在的这个空气啊特别好，特别舒服，很清新啊。我今天就想过来到沃尔玛来补补货，补补东西，看看零食啊水果啊，这样因为吃的嘛餐馆都有。还有就是我在餐馆已经就是上了几天班了，最近餐馆生意很一般呢，可能跟现在的经济状况还有就是物价哈特别贵，民众现在没有多的钱来消费，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情况也不是很乐观，但现在也没有办法，看看什么时候能一点点好起来吧，只能是这样。行吧，那话不多说，跟着我的镜头大家去逛一逛这个沃尔玛好吗？推了个购物车啊，可能不会拿太多东西，但是就是方便一点，这样因为我一只手还在拍摄嘛啊。哦，这边有这个 Halloween 的糖果啊，在这边卖各种糖果，还有这个 Halloween 的一些 decoration。9.97，还要打50%的折扣。那边化妆品啊，啊，这边还有一些卖服装的啊。这个蛋糕4.48这么一盒，大家觉得贵不贵啊？那五颜六色的啊。好了，到这个蔬菜水果去了啊，让我们来看一下啊。哇，这个苹果1.37一磅啊。这边这个1.97啊，这边要贵一点。那边还有青苹果啊，看看啊，1.54。1.27，啊，这个还行，这个价格啊。拿了7个苹果，这边还有各种蛋糕啊。感觉会很甜呢，橘子啊，这么一袋3.97，然后这个橙子8.88一磅啊，香蕉5.88一磅啊，啊，这边还有各种肉啊，猪肉、牛肉啊。都有，看起来好像不少。
鸡蛋，3块3毛2一盒啊。这个价格不算贵，但也不便宜。哎，这个便宜，2块5毛8。还有各种酸奶 ，yogurt 啊，好像涨了一点价啊，涨价了。以前在这买的时候很便宜，几毛钱都能买到一个。我们再来看看这儿的衣服啊，是9块9毛8，就这么一个 hoodie 啊，卫衣啊，戴帽子的。9块9毛8，啊，这颜色啊，好几种颜色。好了，逛了半天，就拿了3种水果啊，别的我也不知道吃啥。想吃冰淇淋吧，但是天气这么冷，就算了。酸奶也是，太冷了，不想喝了。就拿了3种水果啊，现在让我们去算一算多少钱啊。好了，结完账了啊，一共是加上税12块9毛9，后来我又拿了一个巧克力棒，大概1块多的样子，所以3种水果啊，香蕉、橙子、苹果，大概是11块多啊，这么多。啊，橙子啊。如果增加这么多，一共是11块多。好了，我出来了啊，现在时间还比较早啊，加上我今天也不用上班，不用去餐馆休息啊，今天，所以我想带大家再去逛一逛后面那个 TJ Maxx 这个店呢，在洛杉矶其实也有啊，美国很多地方其实都有这个店。现在这个人好像渐渐的开始多了起来啊。广场，其实这个生活广场啊，是这个城市应该算是，我感觉好像是最大的一个生活广场了。对，人流量也算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啊。走吧，那我们去看一下啊 ，TJ Maxx。TJ Maxx 好像主要是衣服哈、啊，化妆品啊这些。这边琳琅满目护肤的这些产品啊，补水的，什么控油的，什么都有啊。这一排都是棉衣啊，现在天气冷了，正好这衣服能派得上用场啊。背心儿25块钱，哎，他们这里物价说实话也真不便宜啊。看这个外套多少钱啊？50啊。好了，没什么太多买的，看了半天就买瓶补水的吧。这秋天比较干燥啊。好，就这样逛完了啊。这 Plaza 这几个店啊。沃尔玛、TJ Maxx， 好吧。然后我可能现在想回去了，因为这个城市其实也不大，没有太多逛的地方。我怕今天逛太多，以后就没有可拍的地方了啊。那今天就拍个短的吧，好吧。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好吧，朋友们，拜拜。
치나며난널다시만날수있는내일을기다려겠지이순간이짧아도또다른내일을위해날달래줄너가고마울뿐미지근한샤워와내기타소리